保护眼睛的营养素多存在于蔬果当中，人体无法自行合成，其中常听到的叶黄素、玉米黄素特别重要，建议可多从菠菜、花椰菜、洋葱、玉米粒、绿甜椒等蔬菜中摄取。研究发现，花青素有利改善青光眼患者的视力状况，增强眼睛感光细胞功能，稳定眼部血流供应等。而花青素则可多从蓝莓、樱桃、草莓、葡萄、茄子等食物中摄取。此外，多摄取奥米加三脂肪酸的食物，包括三文鱼、沙丁鱼、奇亚籽、核桃等，则有助抗发炎，保护视神经细胞，以及减少眼干情况。除了饮食中摄取护眼营养素外，也可以适当的补充眼部保健品 GKB 金蝉花。金蝉花是非常具有价值的药材，含丰富营养成分。GKB 金蝉花已经研究缓解眼睛疲劳、眼睛干涩和降低眼压。每一颗 GKB 金蝉花都包含了100%纯中药精华，绝对安全有效，无副作用。马上点击 Send Message， 免费送您限时金蝉花优惠配套。